50年呐，是半个世纪长。慈济就是在这儿，当初呢什么都没有，从克难穷困中走过来呀，进士两个字呢，那就是静静的思维，想佛陀要来人间开众生的智慧，指示我们的方向，我们能不悟，能不觉悟吗？能不走入了佛陀的菩提大道来吗？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的师父轻轻的几句话为佛教为众生，一定有他的道理，所以因缘记住了。50年前开始，5毛钱一直到现在。在我们的净师的法门呐，总是要一直呢跟大家谈心，要跟大家呢说多用心啊，希望人人呢多用心，顾好这一念心啊，不要受世间的那样的利、权、名所熏，好，让自己的心呢，啊，那去污染到了哦那样的贪嗔痴的无明啊，唯有呢，让大家要人与人之间呐、啊，大家来互动，要大家呢去看看人世间呐、啊，苦难偏多，你还要求什么？你还要贪什么？你还要埋怨什么？反观自己呢，总是比别人呢有福，所以啊，我们就是在苦难中啊，长养慈悲啊，这呢就是要开出了这一条呢慈济的法门。其实法吼是真话，唔是干那讲吼，如是摩文。我开始吼要讲《法华经》，如是摩文啊，妙法吼，安尼呢两字，我讲要到4个月呢，两个字了，如干那如是啦，如是呢，内底有含藏着妙法伫咧哦，干那安尼吼。讲要到4个月，吼、哦，较甜都伫迄个所在吼，啊，但是呢，要甲切起来，佫感觉啊，都还佫有，吼，啊，但是佫继续讲落去，感觉啊，遐长，真的实在是话是很深呢，所以讲起来无尽种，这经种是无量无尽的啦，但是法呢是真生活化。咱生活中无离开佛法，咱一举手一投足内底呢无不都是佛。佛陀要来度咱呢，伊都爱开真多方便法啦。49年的说法啦，都有42年间呢说方便法，所以呢，咱都爱运用智慧啦，用种种的方便的方法啦。来入众生的心，所以呢，去接近众生啊，那啊，
讲的话，伊听有会当通好接受，他当然爱用真侪种的方法咯，亲像咱主者啊，看看讲用真侪种的方法，四大职业骨都爱八大卡印呐、啊。会当予大家人真快乐，予大家人会当真笑福，甚至呢，咱嘛常常听到讲哦，改脾气的啦，这拢总是方便法啦。看看，这个方便法呢，这个道场啊，会当引导人呢去欢喜心。好、哦，主旨是啥物嘢呢？啊，善门，从这个善门之外呢，哦。原来是一个佛门，那大家人呢用善门入入佛门啊，啊入了佛门呢，那伊接触了佛法啦，所以呢，这嘛就是咱安怎样来教化化度众生啊？咱的法门呐、啊，要先知苦，爱知无常，这是。入佛门来啦，佛陀呢，对咱的说法就是苦真的多。咱要做委员吼，咱若无去看病吼，其实呢，咱根本都唔知道人间的疾苦啊。就亲像你少年医生若无甲伊派落去乡下吼，他根本不知呢，乡下人的交通不方便，病的辛苦啊，那贫。吼、哦，迄份嘞病苦吼，所以呢，医生嘛都爱派落去艰苦地服啊吼，啊去那种、迄种诶，迄、那个医生诶爱才提伊起来。何况讲咱委员呢吼、哦，咱是爱从善门入佛门嘛。你若无来了解吼、哦，这种人间性命无常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咱要去了解佛法吼，也难。咱主持人常常讲啊，人间菩萨救仙嘛，但愿人人呢，会当向这个仙的门入啊，从仙门啊，一步一步接近了佛门。咱主持人啊，会发心，从四无量心啊，一直呢到六波罗。这敢就是佛陀呢所教育人呢，敢就是佛陀呢伊不断度假慈旁来人间，教导人人啊行菩萨道，大慈无量哦，一份空大爱心啊，会当予天下的呢，甲咱虽然无缘故的人，伊嘛是一心啊，希望天下无灾难，希望下当呢社会啊祥和。这就是主持人，逐一天啊，每一天都是伫咧努力啊，不管是伫林啊、里啊、罗西，或者是公司行好啊，因呢。去伫咧爱洒人间，希望甲咱组织的精神会当头推入到每一个阶层、每一个角落。希望呢，打开了这个善门，引导无限、无量、无数。哎呀，众生入来这个善门，顺顺善诱啊！幽入佛道来，这就是主持人啊，大慈无量，够大悲无量啊！看看现在呢，这个天下真多的灾难，主持的经济从台湾啊开始，咱一直呢扩展到底全球啊。尤其是多一个所在有灾难啊，人伤我痛，人苦我悲啊，
水里来呀、啊，火里去啊。主祭人也会当到及时去到灾区，去到贫困的地方，去到贫苦的所在，去拥抱苍生，去抚慰受伤受难的人。这敢不就是大悲无量呢？故大喜无量，人人啊，修规律，修规道，自我内心净化，甚至调适好家己的行为，以身作则，提升做人的道理品质。佛陀的精神的教育落实在我们的身体力行，这敢不是大喜无量呢？下大下无量，看主祭人出钱出力出时间，甚至啊下性命啊，道理呢在那救度众生，不管是教育的引导，或者是呢苦难的抚慰陪伴，这都是人间的菩萨。既然入住这个门啊，这个门既然入来呢，你都要用心啊。去浏览，好好的去甲伊了解。所以，师父已经开这个住宅的门啦，这叫做开，吼、哦，开啦。那引导恁入来啦，内面有真多呢，真丰富的物件，也搁再甲恁指示讲。啊、你看内底呢有遮尼真多的宝物，恁来看，咱都要用心看。看了后呢，你爱用心体会，迄当阵呢就知啦，是安怎？要做主持是好事啊，是安怎要做一项好事遐困难？安尼，你一定要体会，咱即个好事。社会一般的现实绝对无同，因为咱住这呢是一个道地，是一个佛教呢菩萨的道地，咱要来雕塑啊菩萨的形象，所以啊，咱必定爱呢很像一位菩萨。所以你要做一个菩萨人，必定要用心来，你要用心去浏览、去观摩啊，了后呢，你才会对啦，就是安尼叫做悟哦。所以悟了后呢，咱真正呢爱身体力行，身体力行。身体力行啊，去感受到呢，迄才是真正家己的法。所以佛陀呢，在《法华经》内底啊，叫做开示五力，众生佛的利见。这呢，师父已经开门啦，甲恁指示啊，互恁看，看好呢，你爱家己身体力行去入去这条菩萨道，安尼呢。遐个法啦，则是咱个啦。从善门而入佛门，这当然就是还要有一段路哈、哦。这个善门呢，是人人可以进来的。要真正的进入佛门呢，当然要有一段的
心灵的调试，心灵的调试那就是宗教的情操，能从善门好好的照顾好你这一份的爱心，而且呢，就是在很简单的心态做就对了，能到达了这种做就对，不起分别心，那这也就是宗教家的情操。真正的佛法啦，就是菩萨道，因为啦，人间啦，苦难偏多，这么多的苦难呢，大部分都是从心起，因为心中呢有了烦恼啊，所以会制造许许多多的这个是非问题，会很多呢。这些是非问题呢，最终是归于心里。在民国55年，迄当阵啊，迄当阵第一年呢，成立克兰主席功德会。迄当阵，我一直感觉到讲，世间啊，需要救啦。这么多迷惘的人想要去救世，哪有可能呢？无可能啦。所以当时我就想救心，要救世不如先救心，要这个救心呢，先自己的心先救。所以那段时间我就用心的，我不断去思考，发现到佛法可以净化人心，因为呢，法譬如水，法亲像水同款啦。咱众生的心嘛，充满了污浊、污秽，那污秽呢，都爱用水来清除。水会当通清扫有形的物质，心的垃圾呢，就爱法。用佛法，佛法呢来清除内心的污垢，所以我感觉爱走入人群来净化人心。什么叫做果位？就是业，业吧，是愈做愈多啊。所以我们慈悲追忏，这个追忏就像水譬如法，我们无量义经我们不是说过去吗？不管是江河地震的水呢，都可以先得过过，意思就是说佛法如水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法好好，我们要用心来接受，接受了法啊，更需要的呢就是要力行，时时都要自我敬畏。我们要学佛就是希望会成佛嘛，每一寸佛也还未修行的以前，跟我们都一样，要经过了一番修行的过程啊，这就是要发大心立大愿。这个过程的名称叫做菩萨道，所以这叫做愿。那么咱知影讲，这条路真长，咱内心呢有真多真多的境界，怎去降服歹的境界？迄种烦恼业的境界陷阱，怎样去破解伊？这嘛是爱烦啦。那破解
家的烦恼，那就想爱时时忏悔，等到好人，咱爱虚心求教，去感恩心；等到歹人啊，咱呢也都要用敬重心啊，感恩伊献敬啊，予咱消业。咱毋是干那规工在遐伫咧读经，咱若知影路应该爱行，倒一个方向，方向抓准啦，咱行就对啊啦。菩萨道到底是什么呢？无量义经在那个说法品里面，他都有一段说，以众生所真令不可，可计不易，然后为众生说法。真正的菩萨呢，就是爱面对着苦难的众生，为众生设法，为众生拔苦了后呢，咱唔才有法度头来为因说法啦。贫穷苦难的众生，不多枵啊！你敢会当去甲伊讲，卖枵啦？来，我讲法互你听。啊，你念佛多好啊，都会罢啦，可能吗？就亲像一年，迄囡仔呢，安尼目睭扑出来，看到老人目睭扑出来，看到囡仔头壳足大，你看到安尼是毋是敢那甲伊讲哦？念真侪的千佛啦，迄粒头有法度揪落去，绝对是不可能。一念不忍心嘛，迄种的悲悯心，安尼呢发生起来，咱会帮忙伊，安怎样送伊，安怎样呢来帮助伊，开刀治疗，会好啊，会康复起来。即当阵，你叫伊念佛吼，伊绝对念的啦，因为呐，咱。帮助伊，有一群活生生的佛菩萨帮助了他，他哪有可能不要念佛呢？所以在无量义经啊，我就是为安尼的一句话啊，是安怎众生哪会遐尼正未接受尽了苦难，就是不知大菩提道的果。咱的众生会这么这么辛苦，这么这么迷茫，就是已经不知道了，不知道说吼，这条的菩萨道呢，是这么这么直，这么这么空中的道，真简单嘛，简单到做就对了嘛。三度路啊，你啊，总而言之呢，有做才有感受，做了后内心的感受呢，那才是真的得到啦。得到什么？菩萨妙法，我们佛陀的智慧啊，菩萨的妙法，就是在做中觉。所有一切的法，会当好消除咱的烦恼，去除咱的五执，这种以大爱呢，为咱的人生的道路，安尼呢，咱才会当好真正体会。各位，大家人若敢若讲自济，无法度了解，爱去做自济，做中学啦，啊，学中做，做中干，吼，在迄个做的中间去干。所以安尼是深入经中，那就会开智慧。
希望咱人人真正修行最丰富，就是伫菩萨道啦，自觉、觉他、觉人、利己啊，觉悟大家人，和大家人得到觉悟，其实呢，修到的利益是家己，因为你入人群去啊，你会当看到人群中呢形形色色、无边无际烦恼呢无明众生相，在迄个所在，你会当运用你的智慧，将佛法修来啊，这个法缘体会啦。咱就会当源源不断的法如涌泉，运用法的涌泉来净化人心，来救度众生，众生得度啦，就是菩萨最欢喜呀，这。这是最丰富的宝藏啊！咱运用这个宝藏，最丰富的法宝，咱会当真安稳啊！菩提大智度向前行，那就是海阔天空啊！无敌天体，咱。都甲伊会合咯，即情清净，自显希望啊！即一切种子无上正定正觉，这就甲佛同等的智慧咯。众生的目的，一大事因缘，要牵引人人进入佛慧的过程。那希望人人依佛懂得迄个佛慧，拍开咱清净菩提心门，这呢就是佛来人间的目标。所以讲。唯有一佛性啊，那为着众生呢，导众生的根基，所以爱一段一段，和大家人有一个目标，修根基的人，这个目标呢啊，到这个所在，这都是你的课程，大家人呢怎样？我的课程得要修完啊啦，伊呢就认真修啦，修到这个所在，甲讲虽然啦，这个课程是修完啦，你还搁在进步，还搁有大学好修啊，这呢是世间的学问，是啊，小学的老师。教小学的学生，中学的老师教中学的学生，大学的教授教大学教博士，这呢就是世间教学都有分一段一段，何况佛陀呢？伊将众生呢？这种迷茫
无明，从生死中，从三恶道，从五道四生，安尼呢，一众生迷茫中，伊呢，就是随着众生啦，一起处，伊安尼慈悲啦，任何一个处都无放弃，时间。就是分秒无空过，生生世世都是追随着众生啊！空间普遍三道六道啊，无佛陀无教的地方，莫非呢？就是要去救拔众生啊！看看菩萨，人间的菩萨，同款啊，倒一个所在有苦难，不管是搬山过海，或者是呢，就越空界啦，搭飞机同款啊，还是呢，空间任何一个地方，只要有苦难。就用种种方法，成各种无同载运的艰苦，安尼呢去度众生啊！这是人间的菩萨，嘛是安尼做啊？何况讲诸佛菩萨呢？所以啊，众生的根基，佛陀要度化。是彻底，所以伊从无明一直到觉悟，佛陀拢无要放弃。伊家己本身兼幼稚园小学的老师，保庙一直到呢兼大学教授、研究所的大教授，那一个人通兼，这就是。佛感一个人，念定不是哦，是咱人人啊的本性。咱若觉悟了后啦，大消法啦，应机度化，这些人人啊本具的功能、良能、佛的觉海。咱人人也本具，咱人人本性啊，都具有依佛当顶的觉海，所以咱随着佛陀的教育，咱一点一点行过来，到个尽头，依佛当顶的觉海本性体会，这些。诸佛的慈悲，也嘛是咱人人本具的本性嘛。为佛教，为众生啊，过去呢，咱甲众生那行善造福缘吼，那这些的。也未成佛前，爱先结好人缘呐。所以呢，前的五十年呐，人间事一直铺铺铺，将近五十年，要到五十年来交界这个时阵，应该爱名副其实踏入菩萨道。这个菩萨道呢，那就是。觉悟的道路咯，吼！过去咱会当做凡夫啊，懵懵懂懂吼，啊，我都做好事都对啊，吼！那我都跟人结好缘都好啊，啊，对法咯，啊，法呢，师父讲啊，好的代志都做得对啊，啊，都跟咱一句话，吼，好的代志做得对，无唔对啊，师父是安尼跟恁讲。不过师父现在要跟你们说，好的法都在身体力行，
爱有感受就对啦。法一定爱甲咱的心呢，爱有接触，有感受吼。那恁伫咧做的呢，好的事，那甲法呢，有接触到阿无？真呢，爱大家人爱真清楚哦。咱大家人爱软入去经藏的内底，受迄个沐浴法流吼，都亲像入迄个法水中啦，安尼洗涤过去，啊，甲咱洗过去同款啦，入这个法吼法水沐浴过去，啊，亲像洗过同款啦，爱真清净。师父现在愈讲的是愈重的法哦，愈讲的是愈大的法哦。那这就是因为呢，我的年纪啊已经大了，大家用心用爱在付出，我拿什么来回报大家？你们用这么多的心思啊，为了人世间愿意付出。为了教义呢，大家呢花了很多的心思，但是呢，你付出我肯定，但是期待大家也要自己来企划。我们呢，文化就是文化乡，你没有亲自文化，得不到呢，稻香多了。有法叫有道啦，你没有法哪有道呢？道理道理嘛，道呢就是爱有理呀，啊，这真诚的真谛的道理，要从佛法中呢，这直接去接触来感触到。所以呢，有文化就有法香，因为这个法香哦，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啦。哦，那我有了法，我们才有道香。因为呢，你身体力行，你的人生的这种的典范呐，这种人家相信你所说的法，而且呢，你的典范呐，真正的是以法同为一体，所以叫做这个文法香、道香。更重要的呢，德香，这种的法香、道香、德香，这种的三香合一啦，才是真正的咱会当成做人的典范哦。我们都。最近一直在提起人祸事啊，叙利亚在五年间里内战呐，就是一次一次呢，在动乱中不停，他们社会人的家庭、国家的设备等等呢。几乎都是呢，毁了，速农工商都没办法了啦，缺粮、缺水、缺医疗，因为所有的都已经破坏掉了，所以当地呢，啊，活不下去，就要逃难。逃难人呐，啊，与日俱增哦，一直一直在增加，啊，看得实在很不忍心，又看到了，真的现在啊，谈政色变，因为台湾呐，在小年夜的，就是十二月几日一大早啊，还不到四点，三点五十七分，在
天摇地动，一声巨响，就这样的大楼倒塌了。那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大家已经顾不得这样的大年除夕的家庭团圆饭都顾不得了啦，大家呢都是投入救人关怀抚慰，不管是在这倒塌的大楼周围啊，要投入关怀陪伴救难队，还有知道微观这一栋里面的生死未卜救难人啊，总是呢用尽心力啊，这种冒着险都是呢为了要寻找生机，只要有生命迹象的，他们顾不得自己。的确，我们的社会啊，很温馨，很有爱心，善心、爱心高度，真的呢是很高。救人的人不顾自己。关怀的人呢，四方八方涌进来，这就是台湾社会的美。当然呐、啊，这罹难者的家属心里着急，在那里很不安。那慈济人呐、啊。此人提供一切所需要的安抚跟陪伴救难人以外啦，还要真正的做到了如亲人一样的这样的照顾来陪伴啊，他真是天下一家亲，不是口号，是实质行动。做到这样，我们不认识的人，但是呢，立刻之间呐、啊、就拉近了，拥抱，展开了双手来拥抱，肩膀呢是他们鲜血的这一份最好的靠山。看到了慈济人那样的温馨啊，实在是令人感动啊。天下事啊，匹夫有责，大家人都有责任为天下人承担天下事，所以咱应该爱好好听佛法到底是安怎，不是跟他说求啊求啊平安啊，佛法呢要去解释他的名词是真多，我们应该爱一门好好用心发发，就是大乘法，应该呢你爱先人何计呀、啊？到底呢？天下众生有什么款的烦恼无明？咱来赶紧啊，去体会这个烦恼无明的对策，安怎样来启迪，让大家人了解啦，啊，都解呀、啊，让大家人来解呀、啊。所以必定呢，爱对人间生死无明烦恼，咱拢总爱透彻了解，咱才有法度真真正正行过了菩萨道，
教教佛的境地去哦。Thank you.